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雪纺的洋装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。那它的设计就是直条的设计，非常的简单，然后穿起来就是蛮亮点的。因为我穿的这个是白色的，然后它是做有点领子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像衬衫哦。但其实它的料质是非常柔软那种，非常飘逸的，所以它是做雪纺料质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前短后长设计的，所以我后面穿起来是在膝盖的下方，就是它的长度啊，我觉得是人人都可以驾驭的，因为它。可以搭短裤，然后搭长裤也可以，或是当洋装。那因为我的身高就是163比较高，所以我搭了一个蕾丝裤，或大家想搭个安全裤都可以。然后它是做绑带的，基本上呢，你整个打开是非常宽松的，所以这款没有限身型都可以穿。然后它有一个随性的腰带，就把绑起来就自然的有腰身哦。那娇小的人，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这么的长的话，你可以绑紧之后再把它往上做一个。拉短的效果，对，但是因为我蛮高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正常这样子绑穿就可以了。但是白色加减会有点稍微的透，因为它是雪纺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就搭一个白色系列的小可爱啊。然后裤子可以选择蕾丝裤或者是白色的牛仔裤，就是比较合身的那种，就很美，推荐给大家。它还有黑色的，黑色跟白色都不错，因为黑色就是比较稍微个性的感觉，然后白色是比较亮。大家喜欢哪个色咯？